王视唱会，这个礼拜东西两岸可以说全面开火。纽约地区7号、9号分别举办了视唱会和决赛，地点都在喜来登酒店。而且翻开新人王战时，纽约地区的选手都表现不俗。还没有报名吗？可以把握机会。来自纽约，露肩亮片装亮相 ，Vivian 让人眼睛一亮。英国流行天后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爆发力十足，抱走2012年新人王亚军。再来看2013年冠军决赛，情歌王子孙玉凯一首《白月光》也是技惊全场，得到了2013年的第三名。纽约的选手一向都是让人刮目相看，实力不弱，尤其他们都很有特色。或许是因为纽约地区呢人文荟萃，每个人接受文化的熏陶跟西岸不太一样，所以呢可以说是每次的参赛者都是实力坚强。我希望今年呢也一样的让所有的这个东岸的参赛新秀呢能有机会崭露头角。纽约选手历年表现有目共睹，迎接7月2号纽约视唱会，亮哥和新人王音乐总监网络人气歌手 Jason 国庆假期没有休息，参加哈刚的国庆大游行，为洛杉矶特奥会加油，还要亲自出席纽约视唱会为选手加持。他也希望把他自己成功的经验和所有的有志于歌唱事业的这个年轻朋友一起分享，希望能够复制他的成功经验，能够培植第二个、第三个 Jason Chen， 让所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能够很容易的发光发热。能够和网络单曲超过1700万人点击接生互动，心动不如赶快行动，而且决赛选手优异的表现，还要送出好康大礼。在今年的纽约地区的决赛呢，不但是看到参赛者出色的表现之外呢，所有到场的观众都有福气了，因为我们在现场会抽出一个由中华航空提供的纽约台北来回机票，还有其他的到现场就有好的礼品要赠送给您，所以真的欢迎大家共襄盛举。7月7号视唱会以及9号的决赛，新人王与纽约歌手有约，当仁不让。欢迎没有报名的选手可以到现场直接报名参加，这个夏天就让东森新人王让你脱胎换骨。东森新闻吴中国、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